各位同学们，请就坐哈，我们要准备开始上课了，谢谢。好，上课前再麻烦注意手机哈，有没有把它关机或把它关震动哈，这样才不会影响其他人上课。好，再麻烦检查一下，谢谢。各位同学，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哦。这节课由潘佑谦潘老师带来演讲哈，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谢。大家好，真欢喜看到大家会当开这个宝贵的时间来遮这参与台湾民政府的这个进行的这个队伍啦哈。今天要讲的是这个解读解读。解读与解读，啊，这个课程呢，是因为我参与民政府了后，发觉讲吼，原来咱台湾人对家己的身世完全无了解啊。咱已经经过70年的洗脑吼，中国文化思想的洗脑，洗到已经咱已经袂记哩，咱的根本，咱的原来的历史，咱原来的身份是啥物货？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原始的那种身份了。然后我们已经变成一种思想认知错乱的一个土地的一群人啊！啊，所以这个课程大概是要讲这个，啊，所以咱需要解一寡读，就是咱伫咱思想内底读，哦，解一些思想里面的读。啊，伫这台省呢，我想啊先基本来介绍咱台湾民政府基本的国际。法律的论述，因为无这个论述，无法度行到今仔日。无这个论述，无法度行到今仔日。啊，咱先来看这个咱的论述。基本的国际法理论述哈，因为台湾人未曾接触，普遍未曾接触国际法，啊，唔知影国际法，就唔知影国际上国家甲国家之间因的互动的关系。因的立场，因彼此的看法是甚物货？所以，咱会徛伫一个井底之蛙的角度看这个大千世界。所以，国际法律是好个在吼，秘书长伊去读这个国际法，啊，把这物件用教育的方式啊，普遍给广传出来，要唤起台湾人会当来看这个国际法是甚物货。先看大概带咱回来吼，带咱回来。历史的这个角度啦吼，大家知影历史是啥意思？是日本，敢阁有其他的讲法？敢有日俗是啥意思？日俗美战的在讲的，就是台湾国际地位的现状啦，我们的现状啦，哦，咱的状态啦。咱即马敢是日本管的？唔是嘛？啊，但是属地日本啊，是伫指即个土地主权属地日本啊，啊，唔是属地即马日本哦，是属地日本即个国家的法人。什么叫国家法人？国家法人就是迄个国家的即个最高的代表啦。伫君主制度、君主制宪的国家内底，迄个代表就是迄、那个。迄、那个国家的迄个君主啦，天皇，也是女皇，也是国王，所以泰国都泰皇嘛，英国都女皇，咱日本都天皇，安尼叫做历史啦。啊，过去的时代的国家呢，国王拥有所有土地主权啊，国王拥有所有土地主权啊，所以人民没有私产啊。你们讲这块土地是你的，咱拢是使用者尔，哦，咱是拢是使用者、管理者尔，所以咱是管理权。那美占是啥物原因？是因为咱战败啦，所以咱战败啦，所以咱受美占嘛，哦，咱受着美占。咱先看一下，咱过去老爸老母、阿公阿嬷的时代，因咧讲日本时代，大概咱来看迄个时间点啦，吼。明治的大概
地理45年，大正、昭和、哦、平成，就是为1989到今年安尼。啊，这个大正呢，是伫一个明治，明治不是三明治啊，嘛不是明治牛奶哦，是明治是明治维新时代，明治维新吼、哦，这个咱这个日本吼、哦、变作亚洲上界强的国家。二次大战的时间吼、哦，唯一伫亚洲有能力做飞机战斗机的，就是日本，无其他国家。亚洲人种哦，黄种人哦，唯一有能力做战斗机的科技的技术的人，就是日本。啊，到大战就是一个真和平的时间啊。啊，你这个注意甲看吼、哦，一直到昭和1945年战争结束嘛。1945年，都要伫昭和的这个年间、啊、昭和年间 啊，所以咱的阿公阿嬷那是阿是阿祖，因是这个时间出生的，受到日本治理的哦。1895年的差不多伫这个时间点嘛，哈、哦，伫明治的时间啊，一直到昭和大战到昭和，这个时间一个比较我们整个台湾的科技文明水平规个拢往上提升的一个黄金时代啦。1895年，就是这个条约，大日本帝国、大清帝国的大皇帝啊、哦，你甲看条约的形式哦，条约形式，就是两个国家的法令修正了后，拍契约对签，这个契约和平条约诶，这个用意是啥物货？就是讲吼、哦，甲这个用。定合约必两国及其臣民重修和平和共享幸福，杜绝将来纷纭之端呐、啊。就是物件写好清楚，啊，该赔啥物货，该挂啥物土地，写好清楚。啊，片以后就阿讲，啊，这地土是阮的啦，较早祖先就是阮的，拢唔免讲这個。咱来看条约，这条约的用意就是安尼。哎，条约就是皇帝委派。李鸿章、李金芳、伊藤博文、陆奥忠光，委派皇帝无可能家己对迄个皇帝迄个位置上面行落来啊，家己签嘛，无可能啊，一定是委派伊个官员授权吼，迄个官员去甲对方授权的官员对签嘛。哦，所以咱过去咱讲皇帝的这个国家的体制的制度就是安尼，啊，对签就是伊来派人出来对签。现在一个问题来了，李鸿章及李金芳他是代表 大皇帝嘛，啊，陆奥忠光他是代表大日本帝国大皇帝，他们两个被授权签约，权力有没有？权力随便签随便割随便赔，有没有？没有，他们只在合理的范围内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签约的时候，他们的权力会大过他们原来的皇帝吗？不会吧，对不对？下关条约签订的地方都是他那个条约的名字啦，哦，拢是一个条约的名字，所以应该叫下关条约，不是叫马关条约。啊，现在叫马关条约，我去查，即马目前我查无资料，但是我在摇啦，有可能刚好是马年。欸、因为我去推测，我去省，我去省，那个有可能是马年了，我有了、欸，可以找到马有相关性的，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哦、你看大正的时间，日本来的时阵，伊甲咱的这的阿公阿妈，这个歹的风俗、歹的习惯，女性平权运动，是这就是女性平权运动，哎、欸，卡。卡你都无方便出去外口，咱讲活动嘛。啊，解缠族会纪念，就是组团体招咱遮阿公阿妈，唔是阿公唔免阿公无伯啦，阿妈阿伯卡，你把这个物件套起来，阿麦把这个麦习俗搁个团落去。啊，无你看，你有看过伯卡迄卡拢变形了无？嘿，咱今麦看还是足恐怖的呢，我一看还是足恐怖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文明提升哦。好、哦，那忙忙是讲哦，伊咧
破坏咱的文化，这种文化哪无好，咱都要改变。哦，祖国的建设，较早你甲看哦，北斗温泉有一个新北斗鸭，什么是鸭？赞啊！哦，做赞嘛。啊，所以迄、那个闽南语啊，讲河南话，较早有讲煎鸭，就是煎鸭、熬鸭、煎。就是迄个车站的头前啦，住伫头前遐人嘛，你住倒位？前夜，啊，我住伫后夜，吼、哦，就是即个意思啦。啊，你甲看，即种建设拢是一种欧式，有无？啊，即款拢拆了去啊。啊，咱讲咱台湾要发展观光啊，即、這个物件你若无甲拆掉吼，你来遮甲起一个有一个许愿池，逐当嘛人拢落钱互你开，对不对？我有去过意大利啊，也有一个许愿池。哦，哎，导游呐，带人去，拢讲你要许愿，你投一块钱，不是一块钱，你看这是法郎啊。你要投一个零钱哦，你可以许三个愿啊，前面两个不要告诉我啊，第三个你一定要许那个，你下一次可以回来罗马。哦啊，大家就拢安尼许愿。结果呢，想到下一次回来罗马，因为伊经典最后一张哦，游览车位啊经过了。跟我回来罗马，表示讲你的愿望有成功啊！哦，啊，伊个就是一个迄种包装嘛。啊，你将来个去一个用一个许愿池，哎、欸，今嘛就足侪人来遮观光啊。唔过拆掉的拢无啊，咱拢去迄种水泥的啦，哦，还是迄种铁柱啊。你看台湾足侪大做铁柱啊，啊，铁柱啊是啥物款？类似一种难民营，你知无？啊，咱唔是难民，结果从宽台甲上个难民安尼啊，台中新社。这种叫做鸟居啦，哈啊！咱台湾有足侪新社，这个像是家己的新社，吼、哦。这过去咱的这即马阁有啦，这是个像什么国家的历史什么史料馆的款，即、这个即马阁有阁拢伫咧，即马即个伫 KO， 这同一个地方啊。只是吼，像咱造成这个事，我都想无。该修过嘿啊！啊，唔知想哪搞这个事，我这事唔知是原来这个事，还是讲乌白搞安尼啊？我看还是感觉真歹啦。啊，过去呢，你也看哦，叫一个鸡人鸭，鸡人鸭呢，头前有采一个这什么人？这是华山总督啦。较早拢是对台湾有功、有建设的人，咱家采起来。啊，即卖国民党来呢，是全部拢甲拆掉，拢采家己的去哩。杀人魔，踩家己的头像去哩！啊，人这是对台湾有有功有建设的，人民要家己踩去，完全价值观拢倒变啊！啊，所以足济，你若看迄个车站，也是迄个都市城市，然后移款呢，大部分迄个城市就是日本时代开拓建设的，大部分，然后移款的哦，啊、哦。过去咱用破烂灰，世界的破烂灰啊，咱敢知？唔知啦，我无来民政府，我做侪物件拢唔知啊。原来那有咱的阿公阿妈时代已经有用破烂灰啊。啊，中国的破烂世界破烂灰嘛，较前几年啊，较有尔，吼、哦。这嘛是啊，这拢是较早的宣传文宣啊，这嘛是啊。哦，你看这鸡啊，啊这破烂灰的鸡啊，安尼，这新竹呀，新竹车站，即卖还搁伫咧哦，即卖还搁伫，但是你注意甲看，你看这塔车、尖尖车，即卖无啥物，有小块无同啊，你看，有无？哦，伊只唔知用啥物甲封起来哦，小块无同啊，哦，无啥物，有小块无同啊，啊这是即卖过去。诶，建设遮尼水，但是呢，国民党来到今仔日，柯文哲讲诶，国民党到今仔日现在，犹阁无放弃甲台湾过去诶历史记忆甲情感消灭，到今仔日犹阁咧做即个动作啦。啊，像我咱过去阿公阿妈阿祖祖公祖妈因诶迄个时代，建设遮好，
遮水，哎，拢要甲遮拢用掉，伊要甲咱的头壳换掉啦，换做因所想的、因所设定的未来，要按安尼行。啊，但是无拄好，咱即摆咧觉醒啊，咱即摆咧觉醒啊。祖国的证明物件，咱水甲看吼，这是过去大清帝国的护照，你甲看遮，即只。伊只吼，大清帝国福建泉州厦门哦，即、這个遮就一个，伊讲有华人哦，陈无事回乡祭祖啦，事由是回乡祭祖啦。啊，伊回哪里？大清帝国，伊个福建泉州厦门回哪里？遮。伊搭了英国的爹利斯的船，到日本国台湾安平了。这张的证明，台湾都不是中国的啊！啊，不，伊应该要写讲中国台湾嘛？啊、哦，这张的证明啊，这过去清朝的时阵证明的啊。啊，因为清朝已经清帝国啦，已经挂掉了嘛。啊，所以咱即马属地，就迄个时阵就属地。日本的地理嘛，啊，天皇的诏书呢？因为义勇兵，咱的义勇军啊，高沙族义勇军去战争啊，真有功劳。但是迄个时阵，啥物叫义勇？咱看指挥交通无？义交，啥物叫义交？义务嘛，义务就是主观的嘛，好、哦，伊就义务性的。啊，义勇兵嘛是啊，伊是义务性，伊毋是迄个哦，毋是迄种征兵的哦，毋是征兵的哦，无有几啦，啊无啥物人要做啊，有几啦，嘿啦，伊就是类似佣兵安尼啦，哦，比如讲我开放一寡条件，啊你来做我的兵，安尼啦，这种义勇兵嘛，啊你若是征兵的呢，因为是国家的体制。征调你来做兵，哦，迄无共款。啊，因为咱过去高沙族战力足强的嘛，拍了啊，这个皇帝感觉讲，即、這个台湾这块土地人对咱的祖国真有功劳，所以有人家建议颁布诏书，一只有写颁布诏书，好，咱会当加这。参加帝国议会，成为议员。啊，会当成为议员，你是不是就迄个国家的公民啊？是不是？但是过去叫做臣民啊。你会当参加迄个国家的政治，加做参选，加做议员，你就是迄个国家的公民啊，敢毋是？啊，那即个诏书落落去，行宪在这块土地上。这块土地的人民，就是你，就变成你的、你的、你的公民啊，是不是？就是这个原理嘛，不然还是你的殖民地吗？你行宪之后还变成殖民地吗？那足奇怪啊！你这个殖民地的人还可以参加你国会议会，然后还可以投票，还可以成为议员，那足奇怪啊！所以成为议员这件事情，一定是成为公民，成为。那个国家有身份的那个臣民是安尼啦，是这诏书的用意是安尼啦。所以，伫1945年的4月1号的那一时刻开始，诏书一颁布下来的时候，整个我们台湾这个领土已经变成日本的国土了啦。哦，那个神圣不可分割的国土啦，啊，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啊，什么叫神圣不可分割？多侪人咱。看媒体啊，神圣不可分割。中国嘛讲，台湾是神圣不可分割。当然，中国要安怎批？伊讲月球是伊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嘛，不要紧啦。吼、哦，伊要安怎批？安怎讲拢不要紧。但是，假设日本成为日本不可神圣不可分割，一定有这个文件啦，是因为这个文件的关系啦。啊，不可神圣不可分割的意思就是讲，我这个手去共偷体，我袂当讲啊不，我手行你啊，我甲剁掉，这有连带性的，这种叫神圣不可分割啊！哦，我车弄着人，我该负责，
哎吧？哦，没，你车拖的，那是车给你弄的，不是啦。神圣不可分割，它有连带性啦。然后咱这个土地跟日本跟这个主权，那拢是有连带关系啊。哦，简单讲一下，啊，因为讲到更加深刻，因为咱个去了解更加侪法律的物件，咱会个会啷个明白较深啦，哈、哦。来，有去申请咱新闻证无？有无？啊，你有申请这嘛？啊，一个国家先哪有这個？就是因为要治理、要管理迄个国家的人民啊，所以唔只爱设这个户籍诶，这个制度来管理人民啊，这就是文件嘛。啊，本土台湾人一定有这個啦。1945年迄个时阵来，拢无这啊，拢无这个毛笔写，而且伊是昭和几年出世的，啥物会等等啦。啊，只有写福，你看只有一个残有无？这就是讲这个人有白卡，有白卡啦。伊话记得叫记得较清足清楚哦。啊，伊若写迄个鸦片的鸦，就是迄个人有食鸦片啦。啊，食鸦片加，人讲加鸦片哦，食鸦片嘿。伊这代志吼，各中国的文化思想吼，因为时阵因大清咧反鸦片嘛。哦，啊，伊就讲你看日本人荼毒台湾人，唔是啦。迄个时阵食鸦片，食这个鸦片吼，拢好野人咧食呀，拢好野人咧食。啊，伊类似大麻烟呐，伊是一种薰呐、啊，就是食薰的意思啦。啊，你也想哦，过去食薰是一个，咱讲舶来品，迄外来的嘛。啊来慢慢啊发展，讲咱有家己种薰草嘛，啊做薰嘛。啊，这个、舶来品这个物件是一个文明象征哦。你哪已经散到无通好食，你当有靠我都可以食薰，无还是文明象征哦。啊，博览会嘛是啊，你若散家拢无通好食，你可以开个啥物博览会，啥物人要去？对，过去我是无把这个资料揢出来啦。过去日本时代嘛有迄个彩券呢，日本时代都有彩券啊咧。啊，表示讲你有用钱去买彩券嘛，对不对？你若腰家拢无钱啊，你才有可能去买彩券。啊，所以有这个物件会当证明另外一件代志，有彩券的当证明，其实你的经济水准是比较富裕的。啊，这福是啥物货？伊只写种族啦，啊，结果下骹佫甲你画只乌乌的，啊，这伊无爱互你知，也是无爱互你知影你过去，所以这就是国民党来做一个消灭你的记忆的东西啦。福在福建对不对？哎，过去我伫小学的时阵，听一寡基本资料啊，啊，听了祖籍，我想讲。祖籍，我那做的拢都系家头，这边祖籍，我写台啦。我说不是，你的祖籍不是台。我问隔壁，我说啊，你写什么？福建。啊，为什么你写福建？啊，我说台语啊。啊，就奇怪啊，你说台语，祖籍福建。隔壁，我讲，你说你怎么写不一样？你写广。啊，我说客语啊。你说客语，你的阿公阿嬷住台湾，可是你的祖籍写广，我做困惑呀、啊。结果我嘛写福建，因为我讲台语嘛，哎、欸，变成安尼，我的祖籍是问隔壁的，他知影我是祖籍啥物货啦。我唔是说我知影祖籍是啥物货啊，是安尼啦。结果呢，去研究去了解，他知影讲，这个福也是迄个广，是伫日本时代，伊甲咱做人类的普查，讲哎，安、欸、怎去做？族群的区分，结果发觉，病魔族大部分拢袂记你家己的语言，存落来的病魔族都干哪样讲两种话，一种就是咱讲河乐话，一种就是客话。啊，河乐话佫有分哦，泉州的、漳州的，啊佫甚物洛江腔甚物话，真即足侪种啦吼。哦，讲甚物鸟鼠啊、鸟鼠安尼话，哦，就是即种物件嘛。诶、欸，猪啊、猪啊，是猪笨啊，是鸡笨。哦，这种物件啦吼，啊，客话嘛各有分，啊，海风，啊，西烟呢，啊，个啥物少安呢，等可能有分几啊种啊，啊，这代志，这个趣味啊，我去迄个户政事务所吼，我去办的是，我姓潘嘛，啊，咱顶一个迄个江苏潘良华议长嘛吼，
不然讲我是不是因囝？嘿，唔是啦。啊，若照中国人的思想讲五百年前啦，嘿，唔是啦。多少生判啦？啊，嘛是病暴翻啦，翻啦，我倒是翻啦。啊，即摆好算的代志来啊！我去办理这个户政事务所的时阵呢，迄、那个办理的柜台的迄个人员，伊嘛生判。这个就有趣了。照伊讲，伊姓潘，我嘛姓潘。我就问啊，姓潘吼，阮个古早厝吼，门厅正门顶头有一个匾额，写堂号，叫做“隐阳”。迄个隐厅下卡成龙啊，龙阳啊，哦，隐阳。啊，迄个堂号表示啥物货？你个祖先伫过去中国迄个所在有一个所在叫做砖头，叫做隐阳个所在。啊，迄个堂号就是来源。我来祖先位下来，我就敢问啊，欸，你们也是隐阳吗？他说是啊，是啊。哦，那你是闽南人吗？不是，我是客家人。看得贵啊，我讲一个祖先，啊来个台湾，拢是隐阳，啊拢是花，结果伊是客人，我是河洛人。发生什么事？十破假啦，迄拢是嫁接啦。你若想我过去有一个时代吼。大清帝国为着要驯服咱本土台湾人，咱讲迄个刚柔并济的迄种政策，一个你若无留辫子，头前咱剃个光头啊，不要留一个辫子，安尼无留即个，因迄个时阵流行的发型哦，抬头，哦，啊第二种，你得开放，你若有留一个，哦啊读即个汉学，安尼可能。有啥物奖励？哎、啊，变成一个流行文化，你知道无？啊，这种很像台，就产生一个台湾民族的一种，台湾民族的一种迄个民族性。你注意看，你观察咱台湾人，做这些物件每天来报嘞，啊，那真好，大家拢变安尼。啊，有一窝蜂啦，有一窝蜂的文化，所以蛋挞啦，一直开到台中就花去啊，好、哦。啊，即马手机啊，一开始咱毋是用智慧型手机嘛，我讲啊，你会用敲电话就好啊。哎，结果发觉四周围的人拢在用智慧型手机啊，红笑讲，哎、欸，你这老酷酷啊呢，吼、哦，赶紧来办。咱有这种文化趋势啊，台湾人有这种文化趋势啊。啊，咱有一种我会晓什么物件，啊，对方我的朋友未晓，啊，我感觉我较优越，我该耻笑。那有这种民族性哦，所以过去哈，咱现在全部人变作学客语，学即个咱讲河洛话，迄种流，你若用流行文化这個角度来看吼，哎、欸，我有族谱呢，哎、欸，你族谱哪来啊？啊，你咧问迄个教汉学的老师啊，伊甲你讲，你姓爱就甲你找一套族谱，你就接落就好啊。啊，较早呢，咱平埔种的是龟砖头，然后头目也是讲咱讲砖头的头人。啊，迄画水会跟人诶，啊，伊若姓啥，贵族拢姓啥，头目啊，哦，啊，所以伊若改姓潘，贵族全部姓潘。啊，咱毋知影，咱毋知影讲，诶、欸，他们的姓氏就是他们的文化，哦，大概讲者安尼，好，咱注意看吼、哦，叫色有无？这个分类其实不是种族啦，这个分类是用语群啦。所以色是啥意思？就是迄个时阵，妖哥也要讲喜欢平埔话的人啦。所以就色啦。啊，色的倒变是啥？青。所以有喜欢，啊，就青番。啊，青番是过去那亲像用来骗笑人，用来骂人，讲你作番，你无法沟通。啊，其实青番其实是隐含这个意思。青番就是咱讲的，即摆咧讲的格沙族啦，吼、哦，格沙族。啊，啥叫青番？因为无色啊，无色叫做青苏的意思啊。啊，较熟悉、较熟、熟络的，就叫做色啊。啊，较早呢，要讲话的时阵，色番因为是会晓学遮的客语、河洛话，甲中国来遮讨海、讨鱼的人，较有话会当讲、会通，叫做色。但是，这些人若要更加入、较深山的时阵，未通，
伊爱拜托一个石番，甲伊带路，带去倒位哦，要拍，要落啊，要啥物货，等等啊，做交易，做贸易安尼，哦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在记录这个的啦，哦啊，你注意看这吼，米，什么名？名前子哦，名啊，灵啊，哦，名灵子啊，我真正是我唔知道这是啥物货，伊讲续禀啊，续禀我唔知啊，入罪啊，哦，这其实这个里面很有意思啦，哦，啊，还有这种。你都看不出来，白幼，原住民的语言吗？啊，来注意看哦，青，什么叫做青？大青来的啦，啊，所以有中国人哦，伊的后代啊继续伫遮，所以唔通讲台湾民政府拢排斥中国人，无，因为大青帝国大青遮的人，伊那是后代。啊，继续拢活伫遮，伊就是伫遮有遮个，咱讲户籍登本的记录嘛。啊，伊要办敢会使？会使啊。伊个他多迄个 class 嘛是写 TW 啊，是因为你有这张啦，咱用这张来证明迄个时间点进前以后的人的身份啦，这叫做法律用法律来证明的，啊、哦。删了、哦，这有几个字？总别啊、哦，这个我没研究，这个我没研究，我唔知道。哎，删，可能删一二，可能删有分啊，有分类啦。哦，有可能有分类啊，因为较早我有看另外一个资料是，伊写签吼，啊，伊开始写假号啦，假号就是讲，伊来台湾做生意，啊，我无户籍。啊、我跟你有熟悉，我寄恁家，安尼叫做寄户啦，有这种啊。哎，这叫租户，就是伊伫遮有户籍啊。嘿，好，啊，我汉，你看有汉了无？总别二，哎、欸，可能只有分啦。亲是三，汉是二啦。哦，啊，有种天花的迄、那个诶预防针，叫天。啊、哦，哇，叫天。啊、哦，这个。天啊，天叫重度，有无叫重度？哎、欸，哦，啊，再个有一个什么会？孙，哦，父安尼，好，啊，所以法律的台湾人咧讲诶，咱咧讲诶日数诶，即个法律的台湾人就是讲这个时间点，进前你是日本籍诶，以及即个时间点以后。你的祖先是伫这个时间点进前的，有这个日本籍的后代，这个人的后代啦，就是咱啊，他属于法律的台湾人。啊，无你要哪定义台湾人？无法度定义啊。咱来看一寡祖国的记忆哈，咱的祖国对一个美国、日本帝国，敢有其他的答案？中国有无？有的人有呢，就无啥人讲，是来遮唔敢讲个呢，系啊，拢无人敢讲吼。但是迄个祖国吼，我想大家解说一个定义啦，就讲祖国就是阿公阿妈国啦，就是咱的阿公阿妈，咱的阿祖阿妈，阿祖祖公祖妈安尼啦。啊，你讲太祖去哩嘞，太祖去无即种物件，咱即摆定义就是定义即个物件。阿公阿嬤的时代，伊有迄个日本的户籍登本，定义就是这个物件啦，有这个就是啦。啊，祖国就是这个时代嘛，这个时代的国度嘛。祖国的记忆，来，龙猫这个影片有看过无？有哈？有看过的请举手。有哈？呵，有人没有看过，但是里面的影片的影像，我改截取出来。会唤起你祖国的回忆哦，哦，我嘛是看这个，我知影讲，原来哦，因为阮囝即摆最爱看，伊拢爱看这個，
啊，看差不多三四十摆啊，我嘛是搁做爱看。来，猫，一个故事啦，伊咧记载一个树的精灵、森林的一个精灵的一个故事。但是呢，你注意甲看哦，这人穿啥物货？和服。你有穿过和服无？无啊，有无？你有穿过无？有没有？小时候，虽然有穿过无？有嘛？是不是？啊，你是安怎会穿迄个衫？啊，是安怎？他对我讲的时候，你讲无，但是你即马我看了这张，你就讲有，这张是我本人呢。对啊，是安怎穿这个衫？你也想啊？是不是咱是大人眼穿的？啊，是安怎？是大人是安怎会甲你穿这个衫？咱的教育，咱的文化的思想已经变作是咱的日本了。啊，所以这嘛不是为我做的啊，这是这伯兄、这伯姊啊，啊，伊传到我出世，两三岁的时阵，甲我穿起啊。啊，这是大陂湖高雄的澄清湖附近的田，迄只嘛拢已经改建啊啦。迄时阵我也会给你穿这件衫，是做热的天气，但是是寒人哦，冬天哦，啊。有看过这无？即卖也阁有嘛？即个物件吼是较真卡的所在，没有自来水啊、哦。自来水的台语叫什么？自来水啦，自来水的台语是什么？不是，水的，水龙头。水的头啦，人讲水龙头，咱拢用中文思想吼，直接咱变过了。什么货就直接翻啊！水龙头就变啊足奇怪啊！水的头，什么叫水的？日本时代来甲咱做一个饮用水的建设以及污水处理的建设，人会当你咩叫做上水道啦，袂使你咩排到下水道啦。水道的最末端的是咱咧饮用的地方，那个叫做水道头啦，水的头啦。哦，啊，水的就是一条一条起起来。水道啦，这是迄个苗栗客家大哦，这就有啊。对，啊，你若有看到迄个所表示古早的时阵是较真卡的所在，靠这哦。你慢看今麦，今麦厝拢起开，你想这套真卡？古早的时阵较真卡的时阵靠这，因为你无迄种水道系统。水道系统一定是较都市的所在较有，哦。这卡叫啥？倒鬼啊？台语叫啥？对，爆毒。这茶来爆毒。烫树。嘿啦，嘿，啊，咱过去就讲烫树嘛。我唔是要互恁看，这是要看这啦。烫树的铁钳啊。做较足精密的、精美的，有无？即卖无这种工艺啊！啊，即卖若要做这个足贵的嘛。你甲看这个影片，伊的烫手刀，这种铁钳啊。过去你捌挂过网道？有吧？啊，细汉的时阵，你是不是睏这种眠床？是不是？啊，细汉有睏过这个眠床，也笑一下我看麦。好好好好，你睡这个眠床的时阵，细汉你睡这个眠床的时阵，去时阵跟我讲，哦，你头对倒位窗啊，冲到对便所门滑，刷到啊，对什么树啊弄到，安尼搞这种物件，无嘛？但是中国来了，这个物件拢无啊，你睡眠床一顶一顶一张眠一张眠床，啊，就哦，袂当对窗啊，哦，袂当对便所，啊，袂当对门哦，哦。阿哥爱迄个西工啊来甲你刷床哦，袂当乌白刷哦，阿哥有床帽啊，啥物货，都拢即种有诶无诶啊。阿过去通铺，佚佗伫遮，食饭伫遮，要困伫遮，啊写作业嘛伫遮，敢有即种问题？无啊，啊本来较好诶文化，规个拢消灭掉伊，啊带一个较歹诶入来。让人感觉讲，这样更好哦，
敢有影较好？来，就是睏济嘛，是毋是？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我拢甲做爱甲阿嬷睏，因为呢，迄个时阵，阮老爸老母，阮咧是迄个透天的啦，二楼嘛是拢有坐，但是拢柴的，足重的。啊，是安那爱甲阿嬷睏，因为阿嬷是睏榻榻米，榻榻米就较软。但是阿嬷足无爱我甲伊睏，因为我若带过来，榻榻米都要摕出去晒日。哦，是安尼啦。较早这你有会记得未？较早有这个人啊，今麦讲有，有啊。今麦变成做细肌肉无？啊，你摕一张卡 B， 就是迄、那个，就是迄个的意思啦。现在有车匠呢，现在要有车匠，啊，现在要收票啊。啊！你车站就会当拍票啊，是因为古早吼，啊有较真卡的所在，无多设站嘛。因为你设站就爱安排人伫遐卖票嘛。啊，你无设站就是踩一支牌啊嘛，即种嘛，对不对？啊，即种物件呢，伊到真卡的时阵，人就伫遐牌啊遐等啊。啊，公车来，你就去坐嘛。啊，这车站就是为你过一支牌啊。啊，你要坐到倒位，伊要边啊车站边啊是有一张表。啊，看你到对到对，你就收这个钱啊。这样的用意是安尼啦。我头拄仔无讲，即卖已经变到飞机悠游卡那个用意就是这样子。你一逼啊，下车逼啊，你就知道你坐了多久多的靠近啊。嘿，用意是一样啊，只是过去有这个专人咧服务啦。哦，专人咧服务，这是我们过去的记忆呢，对不对？过去你那囡仔胖去。规砖头出来帮你找囡仔，对不对？对嘛？啊，即摆囡仔拍去失踪，报警阁找无啦，对不对？即过去咱的人情味咧，啊，你看这过去有无？无啦，这是因为你网站列落来，因咧拍字就是拢即种中国吼残体，那么简体一个残体残留下来了，已经不能再剪了啊，残体。啊，咱即卖用的叫做正体，正体，哦，正体哦，正的啦，正的。好，这种脚踏车有看过无？阿公拢会，阿公阿妈拢迄个时代就骑这个脚踏车嘛。嘿，铁马吼，啊，佫有甚物讲法？啊，千万唔通讲空明车，迄中国的名，啊，中国的思想吼，恁来甲去掉伊啦，因为中国的那种语言吼。的概念哦，那些什么人看到孔明骑这种车？啊，是啊，咱来甲当作孔明车。什么人看到孔明放天顶？天顶就是天顶，那个孔明顶。哦，咱足侪物件拢是受到《三国》啦、《西游记》啦、五千年的历史这种错误的思想改过去的啦。哦，啊，这台车你注意甲看哈、哦，就是这种嘛。我较早有坐过，有坐过无？好了，是大人坐了后边嘛吼。啊，你坐后边时阵，脚顶是不是会碰到？无张地也有碰到嘛？哦，啊，我就是有这个记忆啊。啊，以后坐车脚就拢开开啊，足惊去又去碰到。啊，即卖呢？这台车呢？在迄个时阵，相当于恁家有一台汽车啦，因为你载米做生意。烟枪弹，啥物货拢伫顶面咧发展出来的嘛，是毋是？较早学车，无囡仔车呢，是安尼学的呢，对毋对？对嘛，我嘛是安尼学的啊。啊，你因为你就是脚无够长，你坐袂起哩，你得为中人过，啊过安尼徛搭咧，啊你看到人袂晓动，跳落来用脚动，对毋对？就是安尼啊。祖国的回忆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段回忆？咱就是同一国啦，咱就是甲日本就是同国啦。啊，所以咱唔只有相同的回忆。啊，这日本人做的一个卡通影片，为什么那些印象会出现在我们这当中？所以你俩来民间户讨这个话题，就会把你的身份，原来原始的身份完全还原出来了。那原来应该是什么人？
国籍顶头应该是啥物人？就是啥物人啦、啊？啊，有人讲啊，恁政府哦，拢讲迄有影无一只啊？啊，你来听，你敢听起敢是有影无一只？袂吧？我过去细汉的时阵，读国小的时候，我自认为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因为虽然安尼教，啊，小学的大门进去吼，看到一尊大尊的画像，叫至圣先师，伊咪爱甲鞠躬一下，啊，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什么活活泼泼的好学生，我很骄傲。啊，中文吼，用北京语讲了，老红，还是台湾国语哦。去用笑呢？和什么人笑？和这些难民的后代笑呢？哦，后来讲，我要学国，要把国语学好。该卷舌的地方就要卷舌，不然会被人家笑啊！我就是安尼嘛。结果呢，我大汉一直到上经过过身的时阵，过身的时阵，我老爸甲甲我讲，你离八叔惊，我惊一条讲，哎、欸。怎么这个国小老师都没有教啊？会教就有鬼了啊！啊，所以我第一时阵第一层觉醒，我是台湾人。结果一直到出社会上班去台北，去迄个台附近有一间台湾的店，卖足侪甲台湾有关的文化、语言、历史等等的册。我摕了一本《我是不是平埔族 DIY》。就是找你家己，找你一寡研究的资料啊，看你家己是毋是平埔族。我一看，我姓潘，阮家住高雄，祖厝啦，高雄溪州，迄足真开啊。安尼，诸多的象征，我终于意识到，原来我是平埔族的。时间一直过，一直到我参与民政府，就到啊，原来我是日本人。所以我的身份在这个成长的过程的认知慢慢的觉醒，慢慢的觉醒，才知道说原来我是什么人。过去我们都认为说我是什么人不重要，我可以活的最重要，我是什么名不重要，我可以有我基本的灵魂可以发声最重要。问题是，你若无找着你真实的身份，遮个基本的物件都无啦。当我咧甲朋友推广这个民政府的身份证的时阵，伊讲我是啥物名，我是台湾人，我是啥物人，无重要啊。结果呢，阮这个朋友甲我讲，伊讲这个话吼违反他自己的想法，因为伊迄人有留学啦，伊去到国外的时阵，伊都人讲伊叫英文名叫什么名，啊，人若念唔对，伊拢人纠结讲，唔对，你的拼音拼错了，表示伊做要伊家己的名是啥物货嘛？但是我等我咧甲伊讲台湾即个代志的时阵，伊就感觉无要紧啊。我发觉啦，台湾有一个现象啊，多数的人有一个现象，就是讲当伊咧讲话的时阵。甚至特别是迄种毋是本土台湾，就是讲中国人来遮伊因的后代，因对即个土地有嘛有真深的疼惜、认同。但是呢，因咧讲话的时阵会产生他的意识的选项。当他讲北京话的时候，也讲我们中国人啊，安怎安怎安怎。但是跟伊讲河南话的时阵，伊就讲咱台湾人吼，安怎安怎。我讲，你是安怎会安尼？是多数的人有当时安怎安尼？是因为咱受着这个语言甲教育的关系，影响着咱的意识形态啊！哦，日俗美战的根据来，旧金山和平条约，对的，旧金山和平条约，叫我下。旧金山和平条约哈，这个地方哈，主要是要看这个加 USA 加。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就是主
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啊。伊伫这场战争签约的时阵，伊是主要的占领权的国家啦，就是伊啊，伊做头就对啦。所以美国常常讲话，拢讲啊，台湾袂当安怎，该台湾应该安怎，你袂感觉足奇怪？太英国拢袂讲话，美国咧讲话，有无？咱看新闻拢安尼嘛，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啦。这样主要占领全国，这样毛下，主要占领全国啊。美占的单位，那看过这车牌嘛？哈 ，USMG 啊，美占单位的金股，旧金山和平条约的4B 内底写着，写着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当然 USMG 就是为家来的4B 啦，的为家来了，它是军事政府啦。美占的相关文件，这是一个反证啊。啊，这不是，这是相关文件，但是伊是一个反对的证，反方的证明呐、啊。中共吼、哦，中华人民共和国伊叫下，伊讲吼，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能被美国武力战侵占了、啊。啊，美国武力侵占的是军事武力嘛，对不对？这个就是他的反证啊，由对方来证明我们的现状啊，这个叫反证。啊，结果这个物件呢？中国人拢知影，台湾人唔知影，甚至否认、唔承认呐。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下，台湾绝对安全的。请问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兵，还是讲中华民国的国军在保护台湾安全，还是美国啊？美国嘛，对不对？啊，美国军事占领，还有另外一个，咱讲看新闻的几个消息，你就大概会知影啦。中共在沿海布了两三千颗飞弹，是不是？啊，咱认为伊要拍什么人啊？拍台湾吗？在座有做过兵的拢知，即卖的国军的，应该不是讲国军啦，即卖无军啊，即卖即个军队的即个国的战力啦，吼，需要几粒飞弹，咱甲拍败。拍台湾，敢无需要两千几粒？敢无？对不对？无需要嘛？但不是讲咱土地足大，两三千粒，啊你得爱个想啊，伊要藏两三千粒，伊要提防什么人？咱后边有大老虎啊，对不对？啊，咱唔知啊。啊，讲台独的战争，咱俩阵是要甲中国拍的，唔是呢？是你爱甲占领军拍呢？占领军是？美国呢？那台独的人拢搞不清楚方向，啊，就讲阿咩台独？我等下去讲台独啦。咱看一下美军现象啦，你来看新闻，注意抓迄个美角啊，因为这种物件吼，新闻看了就过啊，啊，伊袂重播，啊，咱是去甲资料找出来。好，我们看一下。内部哦，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哦，其实美军哈、哦，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哈、哦、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的弹头，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对对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直升机的机来一个基地库房摆进去啊，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对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也放了一年多，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3月哦，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哎，少了四颗弹头，注意洗干净。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 是什么弹头之类，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yeah. 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3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啊、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
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看到。那我们现在不能打下来吗？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哦，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哦，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啊、哦，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哈，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载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这新闻，敢捌看过？安尼看，知道无？是美军会当直接驶飞轮机去把清泉岗？是安伊无直接驶飞轮机去北京，甲驶入去？是安伊会当驶入去清泉岗，甲两粒核弹头，2008年的三月的时候放进来，啊，在总统大选之后收回去？是安伊会当驶入去？一共没有人知道，飞机下机场的时候会没有人知道吗？下面有一个小石头，有一只狗，你可能的东西啊呢，一定有塔台跟他联系嘛。啊，显然一下来飞机的时候，又开一个外置的车，可以到台南机场去把他核弹头载出来。他都要以公为为来对，做这物件是模糊的、不精确的。第一，伊讲吼后勤管理美国后勤管理有一点点什么问题，美国做代志当然呢哦，会乌白做哦，会乌白讲哦，现在乌白啃了。没吧？第一，他说军队哈也没有通报。军队为什么会没有通报？如果有一个核弹头的话，那真的那么严重，那不小心哦，杜姑掐的便宜，鬼带狼的死掉一样嘞。所以这个过程里面，一定是内线人员呐，尽量要低调了。即使这个记者知道真相。但他在表达的方式也需要经过修饰，尽量不要让人民太清醒了。人民啊，拢知影你的身份，这个执政当局的立场、统治的正当性就会瞬间瓦解。这就是美战，但是足侪人唔相信啊。我拄来上初级班的时阵，我嘛唔相信，他有美军，他有美战，无可能。但是你。对所有过去历史的新闻事件甲消息来判断，是安怎？逐摆发言拢是 AIT， 逐摆发言拢是美国，是安怎？逐摆选举选这个台湾伫你当局的局长的时阵，伊拢爱派军舰头尾安尼裁掉的，是安怎？伊拢爱做这个动作，那毋是伊军事占领地，是安怎？伊爱做这个动作？军事占领地，佫毋是咱民间户讲的呢，咱是找法律较知影，原来是安尼。其实李登辉老阿伯，伊过去伊就捌讲过，伊就捌讲过啊。哦，好，咱来看迄个第二页哦。来，他都要大概甲这個基本的法律讲了，咱即马来解读啊。因为咱最近足侪错误的认知吼，互咱对看媒体、看遮国际诶消息、国际新闻的消息吼，我们觉得非常的混乱啦。啊，这个认知要改切落清气。来，思想的毒，台湾人过去受着思想扭曲的教育吼，已经思想已经弯曲啊，足弯曲啊。什么叫弯曲？来，台湾民政府是真诶假？现在是真的，大家看到，啊，无听到真正拢假的，诈骗集团哦，啊，我这是诈骗集团的讲师，诈骗在座的各位安尼，哦，大家被诈骗的听得很开心，是安尼吗？来，我来的时阵，我嘛怀疑是假的，我怀疑民政府做假的资料给我，让我去相信伊。所以我用这个立场来找真相、找资料，
所以呢，我先找有暗河嘛，结果找到这个法院的这个暗河，哎、欸，这是外国的网站呢。确实，民政府有一群人去告美国，所以这件代志是真的哦。告美国这件代志真的。过来，直到很多人说啊，拢告无成功啦，说啥物话？你看这下下抵赖啊。抵赖驳回否认，对不对？我较早嘛是安尼啊，有人讲啊，就是驳回否认啊，所以无效啊啦，这个个拢无效啊啦，啊，所以其他的拢是这个秘书长家己编出来啊。这个我保留，因为就我们现有的网站资料，我们真的只能查到这一个东西，然后他的确是这个 deny， 但是他有判决书哦，他是有判决书的哦。判决书嘛，伫网站找得到哦，原稿哦，唔是人家给你这拍哩拍拍啊印出来啊讲哦，这是判决书，唔是，确实伫美国的网站就找得到。deny 呢，一直到去年，咱这个律师来到桃园大饭店的时阵演讲，咱有同心就甲问，用英文甲问，哦 ，deny， what mean is deny？Deny is different. Compare 就是跟那個 reject 有什麼不同。結果呢，這個律師他說 deny 就是法律用語，他用英文說 deny 什麼意思，他要解釋了，但是那個時候他用一句英文的俗語啦，他說 deny means today is not your day 啦，就是今天沒剛好啦，今天不是你的日啦，无法度甲你做一个决断判决啦，你的资料无够啦，你的证据无够充分啦，你的时间点唔对啦，安尼叫 deny 啦。伊讲 deny is not reject， 就是 deny 不是拒绝啦，不是回绝啦。所以咱伫这个语境内底，咱无法度了解英文是啥物意思啊？英文是因咧讲诶母语嘛，啊，所以因咧情境是较精准诶嘛。因为解释是较正确的嘛，啊，咱是经过翻译，啊，咱对驳回这个意思就觉得说啊，这个驳回都无效益啊，所以对迄个时间点开始，这所有的代志，拢唔免去怀疑啊，因为就是甲美国过，而且拢有文件，这代志拢一直咧进行，咱就是要甲台湾回到这个帮助台湾回到国际地位正常化的这条路，这是咱的目标啦，哦，这是咱的目标，啊，所以这个文件这个个。看这个迄落判决书啦，啊，佮有伫美国设这个办公室啊，啊嘛有重新去美国，啊嘛有看过啊，嘛是真正有这个所在啊，哦，啊这是申请这个 foundation 啦，啊台湾呢，则有足侪，我佮收集足侪资料来讲，你看伊这个自由时报报过来办十三摆去啊，联合报有十二摆，中国时报六摆以上啦。哦，这是我收集资料的时阵的迄个次数。公共电视、苹果一电视、三立新闻、中时电子报、联合新闻网等等，这么多在刊登民政府的消息，我问朋友讲，你敢知影民政府？唔知。咱做努力咧推广，但是主流媒体封杀啊，他如果有报道，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结果呢？顶礼拜，顶礼拜嘛，那个引起美国开记者会嘛，大家敢有看？啊，这个记者会哈，我在台湾的中文 Google 搜寻哦，它资料呈现出来的很少，都少诶。啊，结果我的哇，搜寻引擎哇，美国诶，我改用英文，哦，台湾 CBO 干嘛们？他输入哦，好几个媒体。都有这样的报道，好几笔资料哦，所以表示啥？咱根本就是去用红色的嘛。台湾的媒体红色较真严重啦，你若看民政府的动态，你就知影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啦。但是台湾人无感觉啊，无感觉。伊讲全世界都要学中国话，我们台湾会中国话很好啊，不流行讲英文啊，哎呀，那个气话麦啊。好，用全世界最大的市场在哪里？在中国啊，是三亿人口，一个人，你只要卖东西卖给他10块钱，你就可以赚130亿。
哦，安尼讲啊，盖钱盖有利哈，嘿，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十块钱买你的东西？所以哈，有一款迷思啦哈，来，世纪记者一、那个饭店记者会，那个班长啊，冇去参加，汤巴提一个啦，汤巴提一个啊，因去参加回来啊，哎，这些都是真的吧？他们不会去演戏的吧？日本皇居，家己本田皇接收，会当炸这个机啊入去。有人把迄个台湾共和国、台湾国的国迄、那个国旗摕入去，压两支入去啦，啊，赶紧翕一张相，收起来。讲，哎、欸，我买当入去啊，这入去套啥？哎，咱这是光明正大拿着一两百支进去的呢，咱不是压伫卡只片压伫内裤内底呢，不是安尼呢？咱这光明正大通过他们的那个守卫，然后。进去的呢，这个标题上面会天皇默认这件事情了、啊，因为天皇不能直接发表对政治、对国家这种的意见呢、啊，哎的这种行径，那呢，那这代志对天皇来说他是默许的、默认的啊、哦。卫灵祭，这个新鲜啊，靖国神社的拜了有人去。拜这个靖国神社，一堆媒体批评啊，安倍有无？有没有去拜靖国神社？一堆媒体批评啊，啊，大家袂感觉奇怪，为什么要人家去拜人家靖国神社的是他们的祖先的灵位？你扫墓，人家会讲，哎、欸，你袂使扫墓，袂吧？啊，你扫墓，你去扫墓的时候，或者是你去追思，去做一些所谓的你追思仪式的时候，扫墓。你会不会连旁边的墓也一起扫？不会吧？那不是你的祖先啊，不是你的亲人啊，对不对？啊，咱一群人去参加靖国神社的卫灵祭，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咱台湾人有39,000多名的这个新珠白啊，设在遐，为了我们国家牺牲的这些人的名字，设在靖国神社里面。在追悼他们了，是安尼。阿未来民间会干啥？这代志，那唔知啊。那我们的记忆被砍掉了，被洗掉了啊！啊，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动作啊，在表达说我们这一群人的后代子孙，我们去参加这个卫灵祭祀，跟这些新竹白亚来这边表示说，哎、欸，我们有那个追思哦，慎终追远的这个心意啊，是安尼。自由时报，哎、欸，在日本呢、啊，就是在日本呢、啊。我们以前也有很多神社啦，啊，比较大型的被他们这些人拿去做忠烈祠啊，哎、欸，改成忠烈祠啊。啊，其实忠烈祠的意义跟神社这个是一样的，对啊，就是追封啊，去追思这些有功的人这样子。自由时报有这个新闻啊。现在还有呢，你现在上自由时报电子报就会看到了网站啊，好，苹果日报啊，现在还有哦，这个月底以前都还有、哦、一整个月的哦。啊，这边也很有趣啦，你看啊，柯P说 Chinese 很看不开啊，因为英国深入人心，英国就是我们台湾民政府台湾人民要觉醒的啊，要上台了。Chinese 很看不开啊，哦，啊这个这样，美国的司法官员来台湾演讲，思想顽强的台湾人讲，啊，迄退休的啦，伊去过演讲拢是赚外多啊，咱把人的格局降到很低，讲人咧赚外快，伊司法官员。就算他退休，他是终身职，他可以请差，请差去诈骗集团演讲哦，可以这样哦。他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让人说是诈骗集团，啊，他去为了那个诈骗集团那些人，啊，演讲这样哦，可以这样哦。啊，各州你看，高雄州、台中州、台南州，他都去拜访、参观，哦，去拜访做演讲，就是他啊。以演讲讲，1945年10月25号，
中华民国的部队啦，代表盟军接受日军正式投降，哦，是部队啦。啊，这就是咱记者会美国那个国家记者俱乐部的那个网页的新闻，这是咱去搞的这文件，现在暗合已经出来啊，去参加记者会，这是我去刚看记者会，一天是八点半开始。我电脑六点就拍开啊，因为人抢抢了满啊吼，你都看袂到。咱即摆咱的直播嘛是啦，你若要看直播吼，一定爱前半点钟啊，前一点钟之前就开啊，啊，就较看会到。啊，无你就是我都插入来，你也看袂到。这胡林啊吼，赶快啊，迄律师啊，好无？咱请共一个律师的啊。台湾人思想错乱去啊，看到遮个物件嘛是叫做胡林啊。啊，胡林有两种，一个伊唔知，为了反对而反对；第二个伊就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他反对你了。哦，我们简单来做一下，因为我们思想错乱，我们简单做一下逻辑测试，看一下我们大脑里面哈，这些基本的、天生的一些逻辑顺不顺畅来？有没有白色的光？有没有？刚有白光？不啦，日头就算是一种白光啊。哦，有红色的光嘛，对不对？有青色的光，啊，有黄色的光。因为咱人看的光吼，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光谱里面才看得到了。啊，红以上的叫做红外线，咱就看袂到；啊，紫以上的是紫外线，咱看袂到。咱目睭看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啊，你一旦看到红色的，就是因为这个红色的这个区块，它反射了光里面红色的光波。所以你把就看到红色的，啊，所以其他颜色都一样。请问大家有没有黑光？啊，黑光有无？有黑光无啦？啊有？有诶，举手，有诶，举手，我看卖。无，即卖大家拢学巧啊！啊，江苏人咧问一挂奇怪的问题，拢唔当回答，啊无咯，拢用骗去。无黑色的光啊，黑就是暗，暗就是无光的状态，所以叫做黑暗，无黑光。请问大家敢有黑色的小白兔？有没有？啊，有了，请举手。有没有？有了，请举手啦。你敢嘛？你的印象中有黑色小白兔？有了，请举手。一定要举手呢？啊，你觉得没有了，请举手。没有的，没有的。哦呵。啊，不敢举手的是啊，这江苏是一个说一挂迄个咩行啊？对不对？啊，来，没有黑色小白兔啦。黑色的是叫做啥？黑色的是啥物事？小黑兔嘛。啊，白色的是小白兔嘛。啊，灰色的是啥？小灰兔啦。啊，混种。哦，啊，花色的小花兔啦。对啦，所以没有黑色的小白兔啦。因为既然是小白兔啊，就是白色的嘛。那你叫伊小白兔就是白色的嘛，对不对？啊，这就是逻辑啦，还是一个矛盾嘛。到底黑色小白兔无嘛？你看，我问你有没有黑色小白兔的时候，在那个瞬间，你头脑里面出现的是这一只啦，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语言逻辑上面，我们无意中会回答说有嘛，有黑色小白兔啊。但是我们想的是这一只啦，啊，其实它叫做小黑兔啦，啊，这种语言逻辑啦。啊，就要问题来啊哈，这个语句里面哈，我们的拿掉，有无，不是有无，小黑白色兔，哎，有没有小黑白色兔？有吧？有哈，因为我是白色的兔子啊，可是我要叫它小黑可不可以？可以吗？我要叫它小黄也可以啊，叫它小九也可以啊，对不对？我有一只兔子，我要命它是什么名字都可以嘛。但是我们在称呼那个兔子的类的时候，我袂当讲，哎，阮兜一只小黑呢，抱出来白色的，啊，这个是小黑兔，唔是嘛？伊就是小白兔啦。名甲类吼，还是无同款的啦，吼。咱就是这个七十年间错误的那个教育，把我们的思想都搞混了啦。就是这个时间开始嘛。认知的错乱，我们看一下影片一。
捌美国空袭吧？你捌美国空袭吗？捌啦，我曾经啊。啊，你空袭，你敢知什么人敢顶炸弹？那日本啊，日本敢顶炸弹？哎呀，在日本顶的，阮都拢在避风港的，都唔知。你准你几岁？所以你的印象中是日本人跟丁炸弹的啊？在咱美航空落的。迄阵日本啊，咱那个日本啊管的。对啊。迄阵啊，日本啊管，啊，就是中国来的。中国来吗？中国变过来的啊！你炸了后来了，中国过来啊！中国过来，迄阵。日本啊，要转去，我搁知影呢。我迄阵四岁啊。日本兵，日本兵要转去兵。伊讲的对不对？对。伊讲对不对？伊讲日本啊管的，对嘛吼？啊，日本空袭台湾，唔对吧？伊讲日本啊要走的时阵四岁，得1945年嘛吼，还是1946年咯，拢好啦吼。啊，70年。因为到今仔日70年，伊四岁时阵到即马加70，伊即马差不多74岁，吼、哦。啊，日本啊管台湾，日本啊控制台湾，就刚刚做矛盾的吗？咱就是已经互相已经教教讲，我们是中国跟日本8年抗战。其实我会记得我刚捌甲阮阿公讲即个代志，阮阿公拢甲我卡头，啊无甲阮讲啥物话。可能伊要甲我讲的是。甲中国抗战的，就是恁阿公啦，就是咱的祖先，就是甲中国抗战的啊。啊，但是咱即马都颠倒变，红甲讲我们是中国，我们在抗日军呢、啊。所以所有的历史呢，甲反日、仇日有关呢，拢会起来放大。讲哇，你看日本人哦，多么邪恶啦，什么日本鬼子啦。实际上，这个教育体系咧教咱仇恨，咱的士大人呢，伊咧教咱厌恶我们上一代的这一个关系跟记忆啊。这个教育是这样，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这是这个解读上最重要的关键因素。这个观念一定要建立起来。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不是台湾，这个。牵连线，你硬切到灯，你这个观念呐一通，就切开啊。做侪人就是伫这个角拍袂开啦。中华民国已经死啊，咱看影片二。好，一个中国人来甲大家讲中华民国死啊。就告诉大家，到底我们怎么样给1912年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来定位？谁都没有否认呢、啊。1912年。清朝告一段落，中华民国成立，大家都承认了。可是到了38年以后，1949年，中华民国还有没有？照着世界史的说法，照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法，照着我李敖的说法，中华民国没有了。可是照着在台湾的蒋介石他们这些党羽的说法，中华民国还存在，只是到了台湾。我给大家展示过我那个资料，那个资料呢就是蒋介石的一个秘密资料。蒋介石在1950年3月13号旧金山和平秘密的演讲、哦、叫做复职的使命与目的，请注意哦，这是蒋介石的亲笔字啊。他里面谈到，他说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告诉我们，1950年3月13号蒋介石的秘密谈话里面，他承认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了。可是这个真相
他当然不会告诉台湾的全体的这个中国同胞，他说中华民国还存在，这么一个幻觉，我告诉大家，一直延续到今天。嗯，这个就是真话嘛，但是大家听不进去，这种幻觉一直延续到今天呢、啊，而且这个幻觉还由今天的这些台联、民进党自以为台湾代表的这一群政党的人物，要维持这个幻觉啊！好，大家讲，哎，中华民国各地嘞，伊要好，这个流亡政权就地合法，所以把台湾跟中华民国连接起来，让你认同台湾，你疼台湾的疼心，跟中华民国这个流氓政权的体制连接起来。换一句话来讲，什么人若伤害到中华民国，就等于伤害到台湾。伤害到台湾，你就会感觉讲，外遇未爽快，你想要反抗。问题是，这两个根本就无同款的物件。但是即马台湾呢，即个政党党派就是要加你，给绑架进这个体制啊。但民政府即马，我今日个徛伫遮，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我希望会当伫即个讲台顶面，帮咱本土台湾人觉醒起来，即个观念要甲切落断，因为即个观念若切断，你就会当醒起来啊。中华民国完全是被封杀了啦。我们来看一下影片三。这是影片三吗？马政府实施外交休兵后，台美关系真的逐渐回温了吗？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方通令驻外单位不准与台湾进行正式的官方接触，甚至不得参加双十国庆的庆祝活动。面对美方大动作，有立委要求外交部必须向美方提出抗议。马政府外交休兵的政策开始发酵，就在马总统上任后第一个双十国庆的前夕，美国以国务卿莱斯的名义通电所有驻外单位，不得出席台湾的双十国庆活动。他这个是例行性的啊，每一年八月底九月初，这个是他每一年都会做这个动作。以外交部的立场来讲，我们要这个吁请美方啊重新审视啊，而且重新改变这种方式，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真的是例行通则吗？美方不但全面禁止参加台湾的国庆活动，还要求官员不得进入台湾的官方机构，更不准直接与台湾官员进行通讯。美国国务院更强调，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凡是中华民国或中华民国在台湾等字眼一律不准出现，对外统一口径只能使用台湾。消息传来，立委个个有话要说。你自己都总统都自己退缩为一个地区的首长了，能怪你啊？不吧，京东在维护这个体制啊。啊，早年他们跟我们讲的并不是这样啊！啊，这个问题就有趣了哦。我们表面上看来叫做马总统外交休兵嘛，哎，外交部公啊，请美方审视啊，其实根本就没有外交部这种东西啊，没有所谓外交部这种东西啊。我们来看，我们太习惯中华民国等于台湾，我们也把这个错误的谎言当作真理。这是我们最严重的认知问题啊！我们过去的洗脑已经洗到我们都是中国脑了，我们是用中国思维在看事情、想事情、分辨事情。但是咱是台湾嘴啦，咱嘴拢讲咱台湾人，讲我爱台湾，实际上爱台湾的是啥物人？中国人。即摆足侪人爱来台湾自由行，啊，你这阵人哦，去到倒位哦，湖北、放西、放摇到倒位啊？你网络就看一堆嘛，但是一个好人呢，中毒很凶哦，就是这样。咱拢摕这个流氓政权的旗啊，啊，全世界外国人讲，这就是台湾。咱已经从洗脑到讲，把这张摕出去外口，把全世界公告，这叫做台湾。外国人呐，唔知讲，哎，对对对，这就是台湾啦。啊，实际上，足侪国际场合，这根本都摕袂出去啊。是安怎？因为全世界拢有一致的口径，叫做一个中国啦。
中道的原因就是教育跟媒体啊。你注意看哦，这最新的民调，这种民调就是中毒有陷阱的民调。你只要参与这个民调的投票，就表达出台湾其实多数的人都是这种中毒的状态啊。第一个毒就是什么？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支持跟不支持嘛？你支不支持？我支持，65.8%，你有中毒了吗？第二次的问题加深了这个中毒现象，就是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有无改建国号的啊、改国号建立新国家的必要性？没有必要，74.6%。哦啊，这民调出来，你看，台湾人的意志就是这样，我们认为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号就是中华人啊、中华民国，不需要改国号，啊，就变成是安尼啊，咱就伫内底掏袂出来，你知道吧？咱走袂出来啊，咱拢一直认这个体制是合法的呀，所以参与伊的这个选举啦、投票啦，说啊，伫只诶两大阵营，咱伫只做选择啊，什么叫做蓝绿阵营？你个想象嘛，那个摔跤场有一个蓝跟一个绿的那个摔跤选手，哎、啊，你谁怕？一个正义，一个邪恶，啊，另外一边都看另外一边是邪恶，另外一边啊，自己选的那一边都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啊，那你可以看摔跤选手的时阵，你的支持的好酸人，还是你支持的酸手去用拍得的时阵，你是不是心肝做家己的？你心情做歹的，对不对？啊！摔跤选手怕了，一边赢一边输，输的就垂头丧气嘛。啊，那是对，加油加油，酸中痛酸中痛。当然，安尼过去安尼，中度教育到今仔去，差不多已经是起笑的行为啊呢。逐摆啊，市场选无对的，拢叫酸中痛啊，对不对？拢变成这种模式嘛。呵，咱注意下看，摔跤场哦。这两个选手啊，他们是打真的还是打假的？真的是假的吗？还是假的真的？假的哈、哦，你说假的对不对？啊，不然你上去给他打一下。真的假的？我们在判断真的假的时候，我们是用那种我要把对方打死的那种判断呐、啊。对不对？哎，拍好戏开始真的嘛？但是，哎、欸，这是一种运动，一种表演呐、啊。我有去看过摔跤吼，哎、欸，头前三排吼、哦，那票吼、哦、较贵，第一排上贵5000，啊，第三排我买的是4500，啊，现在要坐在头前，逼真呐、啊，临场感呐、啊，伊一下讲来，甚至对你边啊闪过，哇、哦，你讲做刺激的啊，哦那小拍过的人拢知，真正小拍吼，未超过5分钟啊。但是摔跤先来，咱拍40分钟，伊就拍拍拍，啊就扭扭扭无。我、哦、奇怪，伊太拢唔反抗。那一般人咧甲伊拍的时阵，你会动嘛？未动，啊拢闭气撇嘞。啊，佮向向拍到要死啊，向啊佮搏转来，啊我往对方个伊号拍。先来有这种现象，是因为这是一场表演。你若开一个5000块、4500。看伊拍3分钟了，唰出来，你敢要开这个钱？不来嘛？你就要你就要看伊表演嘛？啊，今仔日选举舞台就是这种表演啊！因在内搭嘛，哇、哦！你开激动啊，你开支持啊，你话对方跟你骂我啦，吼、哦！啊，对方啊，你手球，见哦，小亲戚朋友哦，你新进的一票，啊，新进的专家票，鼓吹大家出来投票。我想要知影这个代志，因为过去我刚做算了。做激情的啊，选调的时阵放烟火，哇，足爽的啊！这叫做情感的台湾人。你敢知影去投一张票，咱的落地啊，要去用饮30块去，敢知？有听过嘛？哈，啊，金句咧，你唔听过尔，你爱找金句呢？那你甲你问金句伫倒位？咱足侪人唔知啊！我直接甲大家讲，我今仔日资料要摕出来，我直接甲大家讲啊。选罢法第46条啦，来对的下啦，每一票哈可以请那个补助选举补助款30块，
这个东西哈，我又去年的中秋节，我一个里的里长办里民大会庆祝中秋节，哦，要煮炒米粉啊，什么会，给大家里民吃。我从他的口中证实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东西是真实性的。那个里长讲什么会呢？因为一个人，因为去年九合一嘛，还要选举嘛，啊，伊遐所选人就起来讲。咱这个李长辈啊，做了好唔好？好，因为大家拢食到足饱足好的嘛吼，啊，出去阁有领领什么礼券，什么等等，反正迄个是一个会。啊，伊就讲一个情感诉求的，还是伊讲吼，过去咱这个李长吼，因为大家里面的支持，伊有调，咱这边爱更加支持，但是呢？上一遍他调的时候呢，他的票开了没水，所以这边请大家小招招盘踊跃来投票。啊，什么叫做票开了没水？你赢一票，你嘛是赢，敢不是？谁让你选一个里长会讲票开了没水？什么原因？哦，对啦，重点在这里嘛。票什么叫做水？愈济人，哎，补助愈济啊。啊！你投票是你开你的钱，开你的行路的替代去投的嘛？但是他可以因为你的一票得到30块钱啊！啊，有啦，那个选举选罢法里面，他只是说一个分区而已，他并没有说限定哪一种选举啦。啊，如果总统那个层级的，或者是立委那个层级有所谓的政党票，政党票是。你政党票打，较早唔是有迄个台联讲，恁家哪有两票，你一票分完，啊，还超过5%，啊，你的政党票一票50块啊，啊，可以，就是那四年每年都可以50块，啊，所以这个游戏选举游戏设计就是一个赌局嘛。哦，因啊得了会合啦，吼、哦，1500块去发挥嘛，对不对？1500块发挥啊，得了会合，这笔钱先收起来，啊，后边的工程什么人决定的？不了解嘛，后边决策什么人决定的？有权力的人啊，有权力的人啊，伊会合袂合是回事，但是要拼过啊，啊，他有人迄、那个。哎，什么市长啊？是议员，拄啊选了尔，连民要拼立委啊？台中某一个人无，伊议员拄啊选了，连民要拼立委啊？这叫做政治人格。咱拢伫这个体制内底，咱拢唔知，我较早嘛唔知。啊，知影讲啊，原来我遐尼热情支持这个政党，竟然爱开钱。来，我们看一下影片3:1。这个管理咱能知吧？因为迄折射的关系，规个相反。啊，啥物用？我来看这个，今仔日咱咧看媒体吼，就是因为迄个杯啊的关系，媒体就是迄个杯啊，互咱咧看代志拢完全倒变。教育嘛是迄个杯啊，迄、那个体制，互咱看这代志完全拢倒变。本来是左边的嘛，啊，水倒来煞变右边。啊，咱咧永远拢透过这个杯啊咧看代志。的英文拢得病，所以这毒这林地，那那个改掉。好、哦，来媒体的解读，美方的态度，
我想美方的态度，咱即马先跳过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台美我才多少讲嘛，根本都无外交部啊。台美只有关系，并没有外交部啦，他没有外交啦，因为去双向圆，即、這个升旗这个东西已经被否定了啦。啊，所以唔只系一个蔡黄朗改质询，我们有没有外交关系？都没有外交关系，只有台美关系啊！台美上面关系，台美关系法的关系啊，所以他多在讲马英九外交修兵，根本就不是外交修兵嘛，根本就没有外交啊！我们跟美国又没有外交。一个中国政策的是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中华民国。但是这群学院的学生哦，去美国开会，开记者会讲，请美方呼吁，请美方放弃一个中国政策。好可怜，放弃一个中国政策是什么意思？要支持两个中国哟。中国是上高分裂的呢，中国是上高分裂的国家呢。啊，你若分这十个，我们十个中国，十个中国都加入联合国，叫中一、中二、中三。中华民国跟台湾两个名词在媒体里面一直是在混用啊。我们看一下影片五，这个混用的情形，你要把它反过来。要可以把它倒回来，你就可以看清楚这个新闻到底在报答什么。马政府实施看完爆炸，再来看到这后意外头排排排站，准备办美签，但有民众投诉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很多这个金门人啊，去申请美签，要求被关上中国，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在的企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就把金门当了是中国大陆。有民众认为不合理，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填写申请表示却要台湾护照国籍。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因为电脑系统分类，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好久以来有这个事，只不过是他们金，因为金门不是就是在福建省，所以呢，这就是还是每年有。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只是金门马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大呼不可思议。啊、不论有写字无写字，还是伊咧报道用语言上面，他都在用中华民国跟台湾在做混用。那这个新闻看得懂吧？金门马祖本来就福建省啊，啊福建省是哪一个国家的？中国啊，所以他申请美签，国籍写中国，有什么不对吗？啊，这种新闻哈的记者，他就不会一直给他追下去，就不会像慈济，不会像鼎新的新闻这样一直给他追，追了三个月、六个月，拢没，因为用了哈，得用懂开啊，嘿，是，对，没有，你要看上面的 missionary， 那是写 TW 还是 China？美签会过不会过是另外一回事的，是上面的 mainland、啊、他们上面会写 China mainland、啊、你看你注意看美签有你的那个人像嘛，他、哦、是邓里来的嘛，彩色的嘛、啊、你看那些 national 里面要写什么，你看你再看看、欸、你再看看、啊、当然另外一件事情，他会跟你的身份证会有一点点关系，因为你身份证的，他是用你的身份证出去辨别你是在金门出生还是在台湾出生的。你是金门人，你是在金门出生的吗？哦，你那个时候在金门报户口的？A， A 字头的。所以我就沒有，你注意看你的美签，頂管你要寫 Nationary， 可以寫，因為我也有辦美签，我2011年的時候我有辦美签，啊，那個頂管是寫 TWN， 啊，看你寫什麼會，好，這個新聞公開是寫 Mainland 啦，好，啊，所以金門防護組的那個概念是一樣的，好，來，外國人都很清楚，台灣人看起來很模糊啦，新聞都是這樣啊，他剛才沒有 AIT 那個官員沒說，这好久以来就有这个问题了，啊，不要是不是新鲜事，不是今天才发生的嘛？再来，记者个不敢问啊，阿姨的讲啊，那个是可能是电脑出错啊，电脑上面人写嘞，
人设的啊，出错可以改过来嘛。第二个，问外交部，外交部回答什么？我们在研究，是什么意思？就是没有答案呐、啊。我们在研究，研究要研究给谁知道？没有答案呐、啊。媒体的辨识方法，来，你看星星，你会看左边这一只还是用右边这一只？左边嘛，望远镜嘛，听我啊。你看那个白 king 啊，看细菌，你会看用哪一只？右边这一只显微镜嘛。那你看星星，可不可以用这一只？可以啦，怎么不行？你看不到啊。你看细菌，可不可以用这只？可以啊，你是看不到。我讲的是可行性跟适用性，那是两回事啦。好，我们在逻辑上面要分辨的是这个东西。看文件、看媒体，就是你要多方对照。哦，多方对照，你有中文、有原文、有其他的文件，你就给对角出来，你得憋出完来用意。所以你看条约嘛是安呢，啊，看条约、看新闻都是安呢。啊，注意看这个哈，美签的小帮手，他的中文第一题，你是否为美国公民，对不对？啊，叫一个英文啊，你给点落去 ，citizenship， 美国公民 ，citizen 哦，加。第二题，你是否为台湾公民？那所以这应该有一个台湾 citizen 嘛，对吗？英文版的应该是这样子嘛。那你是不是持有电子晶片护照、身份证号码？结果这一题竟然是只有 have e passport。接下来 ，Are you a Taiwan national？ 台湾国民呢？那根本就不台湾公民呢？没有这件事情呢、啊。所以你提的是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不是中华民国公民身份证。所以你敢查下去 ，national 国民 ，citizenship 国籍 ，citizens 公民 ，citizen 就是公民了。啊，外国人真清楚，台湾人真模糊，就是这样。因为因的语言内底，因就分较足清楚的。但是咱在概念上，我们搞不清楚啊。国民公民感觉好像很像啊，其实在法律上其实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没有台湾国，也没有台湾护照。所以咱唔能解释咱摕这个叫做台湾护照。我们看一下影片六。还要告诉您，中华护照现在居然成了抢手货。由于全球有129个国家给予台湾免签证的优惠，就连美国也给了台湾免签，使得中华民国护照现在抢手到连对岸中国大陆的民众都开始纷纷写信咨询，表明想申办。据说你看右边这边有如雪片般的出现台湾护照的时候就喜欢台湾吗？很喜欢，很喜欢。可你们很人性的子，陆客你一言我一句，说中华民国护照能到100多个国家都免签，现在还有对岸人民想移民到台湾来。大陆的邦交国有171个，可是只有20多个国家给他免签证的待遇。所以最近我们外交部收到来自大陆100多位大陆人民的申请，希望能够换中华民国护照。马总统喜滋滋说，连大陆人民都封台湾护照。台湾护照都造出来了吧？两个月就接获408封对岸的询问信，有人劈头就写：“马总统您好，本人全家拥护三民主义。”好吧，台护照出来了吧？封台护照，他都还不讲台湾护照，啊，没人叫讲的中华民国护照，就一个人讲对了，中华民国护照啦，但是中华民国护照是什么护照？流亡政权护照了，好，咱这关掉。什么三民主义？这就是为了，因为伊就是为了要办理这个护照，讲有美签嘛。哦，来，这新闻顶礼拜呢，台湾护照被拒，民进党妇女部主任哭了，他有台湾护照，没有台湾护照，是中华民国护照，不因你外面的表皮写了台湾，他就变成台湾护照，不会这样子。如果表皮写台湾就台湾护照，那我上面我把它印成美国，是不是比较好用？不安呢，不是安呢啊，因为这是制度，这是国际诶一寡通行文件，不可能让你安呢外口的表皮写一个台湾，你就变台湾了，没啦，没有台湾护照啦，所以大家要清醒啊，这些人咧骂啊，讲阿泰诶，美国人民主的国家，他来否定我们台湾的护照，根本都无台湾的护照，根本都没有中华民国。咱是啥物货？咱即看下，做成国家，做成政府，做成一个制度的，即个是啥物货？即个就是台湾治理当局伫《台湾关系法》第15条内底写《台湾 Governing
authority， 这个在台湾治理当局。和三民党赴美美签，是和中华民国赴美美签，还是和台湾？是和台湾呢？你注意看，台湾加入免签计划，啊，所以你注意看，叫一个 EU 吧。你的网站，你也看这个 E， 你个点了，也产生这一串文字，这一串文字在说明，这嘛就是 E 啊。你个点了，较早吼，我办的时阵是，加一个 E， 加后边刮胡加 ROC， 这嘛连 ROC 拢退掉呀，就是这个意思啦。哦，他们一家下工免签计划授权法案中所提及的国家之外，应包含台湾呐、啊。哦，国家之外应包含台湾，但是看原文的人看无伊的讲哦，所提及的国家之外包含台湾，表示国家是台湾，台湾是一个国家。所以台美只有关系，没有外交了。哦，所以是美国给台湾免签的，所以台湾跟中华民国这两个概念，这两个名词。一直在媒体界交叉混用，交叉混用。我们看一下那个，最后再看一个影片，我们做结束，看那个那个扑克牌那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自印台，有那个圈圈去卡了那个。那傅将军，请问你，建议平凡大家看我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件事。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backed deck of cards. 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Right, okay, let's see, I'm going to go for this card here. Okay.Now Sarah could have selected any card at all from the deck, but she selected the card which is now face down on the table. And what I'm going to ask her to do is show us which card she selected. Right, so the card that I chose was in fact the Three of Diamonds. The Three of Diamonds, okay, excellent choice. That card goes back into the deck. Now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face up on the table. Give a little click of the fingers.And you'll see that Sarah's card here has now got a blue back. Not particularly surprising. What's slightly more surprising is all of the other cards have got red backs. And that is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好，暂停哈。伊讲，你 ，this is not about the color of the cards. 伊就讲，这影片并唔是要讲扑克牌变色。哇！一句话来讲，咱头拄除了扑克牌以外，大家有发觉到什么代志？什么物件？迄个颜色变改变了，有吗？什么会？嘿，除了扑克牌以外啦，敢有？什么会变色啊？衣服背面扑克牌啊？对，我讲。我讲扑克牌以外，除了扑克牌这个以外啦，有什么东西变色？你看到了有没有？没有发觉、啊。我们现在在看媒体，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角度。那我们继续放。他说：“哈，有四个地方的色被变了。”哈，你注意看。这四个地方被变了，咱没发觉哈。啊，一开始是安呢，有无？伊讲吼，你敢知影有几个所在变？伊讲用另外一个更加快的角度来看这个影片。Hi, I'm Richard. This is. 就是侧拍啦，咱用侧拍来看来看影片，对款。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backed deck of cards. 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啊、所以这个镜头我来接的时阵，伊在咧换衫，安尼知吼？好，咱聊。咱所有的媒体拢是第一支镜头，伊要爱咱台湾人民看的代志的目的。后壁咧换什么会，咧做什么代志，拢因为第一支镜头，咱拢咧看第一支镜头，所以后壁咧做什么代志，咱拢唔知。换一句话来讲，即卖啊新闻报足久的。无论是点心、瓷器、什么等等油、乌心的食食品，这代志愈报愈长愈久的，表示后壁有足侪代志咱拢看袂到。所以咱来看新闻，要解读，就是爱为这个角度
要解脱，就是为这种角度去思考。吼、哦，今仔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讲到这，希望大家赶紧帮助咱的亲人朋友唤起因对台湾自我振奋追求的认同。吼、哦，多谢大家。